者王新宇台北报道，台科电力公司成员和踏宝与女友珍珠认识近20年，经过爱情长跑8年，两人决定5月底步入礼堂。柯大宝透露，两人其实19岁就曾交往，只不过那时年少轻狂，仅在一起2个月就分手，直到7年后再次相遇才重燃爱火。柯大宝开心说，真的认识很久了，长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当时男方是台中文华高中吉他社公关，遇见景美女中吉他社的公关珍珠，之后因为共同朋友两人决定交往，没想到仅2个月就分手。经过7年再次相遇，柯大宝回忆，曾经荒诞无稽的自己似乎已经强大，刚好又碰见了那个变得更成熟坚韧有独立温柔的他。当年的少年男孩遇上了当年的青涩女孩，于是又再给了彼此这份关系一次机会。柯大宝去年与 DJ 大卫合作首张创作，没想到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，虽然败给500定死花，他却有了勇气，就在金曲奖当天走完星光大道，顺利求婚成功。柯大宝与女友珍珠将步入礼堂，独一无二娱乐提供柯大宝与女友珍珠将步入礼堂，独一无二娱乐提供。